我就是那个大笨钟。哎，众位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众位，众位，你开什么？趁你是大笨钟，周围你怎么可能？哎，众位，众位，哎，长官，长官，其实我就是大笨钟。哎，我就是，哎哎哎，报告论断，一幕前情况来看，我的身份应该已经暴露了呀。但却没有。我现在感觉非常安全，甚至想将父母接过来一起住。柏林站站长汉斯土豆上校，他共眠呢。1944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，为确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，英国间谍大笨钟潜伏于柏林站执行任务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在进行。 报告伦敦，一幕前情况来看，我的身份已经暴露。为确保我军胜利，我决定自尽。忤念大笨钟，国王万岁！ 向您致敬，众位。你干嘛呢？擦枪呢，长官。我们情报站的军官就应该有时刻保养武器的觉悟。是的，长官。我刚刚收到情报，远东地区失守了。什么？敌军在2天之前就知道了我们所有的布防计划。又是那个大笨钟，他窃取了我们所有的情报。 他就这么神通广大吗？啊！我就不信，我们情报站260号人就抓不到这个大笨钟。你在这笑什么呢？你啊！长官，我在耻笑他们呀。在我们德国有一句老话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”长官，这不是咱们德国的，可见情报站是多么的重要啊！哎，你听说了吗？这路口的医院其实是敌人的联络点呐。 这最危险的地方，往往就是最安全的。我怎么听说你最近一直往那儿跑啊？长官，我你是保密队的队长，我想问问你的意见，你觉得在咱们情报站内，谁才是这个大笨钟呢？汉斯上校。 你猜的没错，我就是那个大笨钟。哎，众位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众位，你开什么？你是大笨钟，众位，你怎么可能？哎，众位，众位，哎，长官，长官，其实我就是大笨钟，哎，我就哎哎哎哎哎。 崇威，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幽默了？我也是刚变的呀，也是。再说了，你怎么可能是呢？啊，你可是元首亲自举荐，你要是大笨钟，那元首的脸就丢尽了呀。长官，我也是想调节调节气氛。行了行了，下次不要在军营里开这么好笑的玩笑。是的，长官。哎呀，我刚刚收到了一份紧急密电。 是有关于大笨钟的，来，众位。哎，长官，怎么了？这情报上说，在战前知晓前线布防的，我们全站一共只有4个人，可是弗雷德和施奈德已经就医了，也就是说，现在知晓前线计划的全站就只有咱们2个人。 众位，那你觉得谁才是这个大笨钟呢？那就只能是。
我了呀。哎，那就只能是我是大笨熊了。您怎么会？我是大笨熊，不可能。来来，我是大笨熊，来你帮我靠着。我是大笨熊，大笨熊，大笨熊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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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明天就跟元首说。哎，我说元首元首，哎，我就是大笨熊，我就是。长官，你干啥呢，长官 ？My feeling, it has been I'm clock double。说的啥呀？哎，你没发现吗？我是大笨熊就比你是更合理啊！我潜伏的深呢、啊，难怪没被发现呢、啊。长官，哎，我还能翻花手呢。长官，哎呀，说笑了。哎呀，好笑吗？都什么节骨眼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啊？中尉啊，大敌当前，你头脑能不能清醒一点？要是找不到这个大笨钟，他可一直就潜伏在我们的中间呢。长官，这个我真知道啊。要是找不到他，咱们两个都得完蛋呢。这样，长官，您先回去休息，大笨钟我不休息。今天要是讨论不出一个对策，咱们谁也别想睡觉。三天，长官，三天之内属下一定找到大笨钟。好。我就知道你跟那些废物不一样，真不愧是我一手扶持起来的，全站我最信任的就是你啊，中尉，我们情报站需要100个你，只有你在，我们才能胜利。长官，是只有你在，我们才能胜利啊。共勉。报告伦敦，以目前情况来看，我的身份应该已经暴露了呀，但却没有。我现在感觉非常安全，甚至想将父母接过来一起住。柏林站站长汉斯·土豆上校，他共勉呢？好像是弱了智啊。另外，诺曼底的情报想必已经收到了吧？既然没有暴露，我将执行最终的任务，勿念大笨钟。国王万岁！我刚刚收到电报，诺曼底失守了。这么快吗？我军节节败退，赶紧撤离吧。长官，您别太难过，说不定有什么转机呢。没有转机了，中尉。我现在有一个怀疑。我觉得我就是大笨钟。中尉，我现在觉得我就是大笨钟。长官，您怎么不是？中尉，你不明白啊！这回诺曼底的布防计划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那个情报就在我一个人的办公室里。我问你，那他怎么泄露的呢？那会不会是有人去偷走了那个情报？锦卫员说只有你进过我的办公室，那你又不是大笨钟，那就只能是我了呀！排除法吗？排除法！我怎么能是大笨钟？为啥？长官，你不行，你怀疑怀疑我吧，你这样我心里有点不踏实啊。你进站的时候我就怀疑过你，你在食堂里顿顿都吃炸鱼薯条，逢人聊天气，出门带雨伞。你都快把你是英国人写在脸上了。你觉得丘吉尔会把这么明显的间谍派到我这儿当卧底吗？不会啊。对呀、啊、不会啊。不会啊。对呀、啊。哎，现在咱们情报站就剩咱们两个人了。两个。你又不是大笨钟，不是，情报还在泄露。啊，我问你，大笨钟还能是谁？能是你。我。哎呀，长官，我咋回事？我是大笨钟吗？我卧底我自己。就中尉，我现在脑子有点乱了，你帮我捋一捋。长官，我现在这个脑子肯定比你乱。我是不是被下蛊了？咱们欧洲哪有蛊啊？我是不是被人精神控制了？
长官，就你这个精神，谁能控制得了？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了。所以我就是大本钟。啊！那你就是法西斯反动派呀？哎，不对啊，长官，乱了，长官乱了，乱了。啊，你是个反动派？不是，长官。既然被你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，那我就不能放你走了呀。长官，你先别起范儿，长官，我给你捋一。你是怎么知道我是大本钟的？不是，长官，你刚才自己盘的吗？我什么都没说。真不愧是保密队的队长啊！哎，这我自己找了那么长时间，我都没找到，被你给发现了。不是，长官，你这两步是哪儿学的呀？这是啊。你这个法西斯反动派，你听我说，我要肃清了你。长官，让我说一句话。我是同盟军啊。你是同盟军，那我就是德国鬼子了。你是啊，我怎么可能是无恶不作的反动派呢？不是，这你刚才还是，我要肃清了你。等一下，长官，这不管你是什么，我真是同盟军呐。同盟军，米歇尔吕岩中尉啊，前线失守了，远东失守了。诺曼底登陆了，你是同盟军了。哎，你这如意算盘，哎，打得可真精啊。哎呀，汉子独斗啊，你这个反动派，我要肃清了你。我给你毙，哎，你这个德国兵，哎，又肃清了一个反动分子。我是大本钟，大本钟是我。伦敦至大本钟，哎，这是伦敦给我的任务，让我炸掉情报站，哎，电报机，啊，炸弹。汉斯土豆少校，1913年柏林军校毕业，2017年加入宪兵队，潜伏27年未被发现，故国3000里，代号大本钟。